所以至于他自己他安了没有，我们来练习一下哈。Robin， 请试试看。如果考虑到是他这么远的话，concern， 好，你会念 concern 呢？你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啊、哦，因为 cern 呢是接触摩擦，如果关于这个字叫关于，会接触摩擦，还有它关键是这个 cern， 而不是 con。有一些字如果用 con con， 那就表示什么？它是在强调那个 con 的这个事情。但是如果念后面那个字，那就关键在这个字，肾是摩擦接触，所以它被摩擦到，它被接触了 ，concern， 啊、哦，那 concern 这个字呢，有关心或者是关于，啊、哦，然后它的动词，只要是这个动词加 ing， 它就会变介系词化，关于 concerning， 好，所以再来就是各位同学要注意到，它这里有个 himself， 为什么有用 himself？ 因为主词必然是 he。他的受词才会有 himself， 那你的受词就是主词的时候。啊，这里 she is such a difficult， 好，拜拜。所以我们在讲说 you are difficult， 你很难搞哎、欸、，you are difficult。我们为什么会讲这样？你很难搞定，我们中文说翻译你很难搞定。好 ，you are difficult， 好，其实是指那个不容易相处的意思 ，difficult to get along with。deal with， 就是讲这个人嘛，这两个用就是相处。to please 很难去，it is such a to please。然后呢，来继续哦。as far as 我们除了 as far as 还有别的吗？除了 so far， so far as 对，还有 as far as。一样，啊、哦，所以一样啦，就是说，好，拜拜，哇，我们看到后面庭院这么热闹，就可以知道，昨天一定很多人请假，哈哈 ，concern， 啊、哦，就是用 concern 吗？有没有别的？我很期待你讲有别的。好，我们关于呢还有 regarding， 不会 related 也是有，这些字哈、哦、并不是死的，好，它不是死的 ，refer 也可以。好，再来就工作人员，Dr. Robin。as for as to 上面就会写对不对，好，我们设计应该要设计左右面，所以你在左边就翻译过来，好，没有关系，其实 we are ahead of 在什么什么前方 ahead of， 老师要跟你讲哈，我们当你用到 of 跟当中，我们只是表示这两个的相对位置，如果这边加上 the 它就什么它的相对的部位，所以 the top of me 就是我的头 the top， 所以 top of me 呢就是什么我的上面，所以 top of the mountain 就是什么是指山顶上面的云，如果是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那就是山顶上，是山的一部分，加上 the 是一部分，因为什么它是名词啊，如果是山顶上 top of the mountain 那就是什么位置，在山顶的上面，那就云。我们是指那个山顶上面，不是山的一部分。好，因为名词跟位置的差异在这里。好，再来。As for the word， 至于 as to the word，as to as for。As for me，as to me。好 ，we are ahead of schedule。schedule 这个字来自德文，它要念 sh， 所以史密斯，史密斯 ，s c h i m i 啊。S H I M I S H
Schmitz， 好，好，再来有一个 sch， 在德文里面就是 sch。好，再来，就我所知的 ，Robin， 啊，你还有什么？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就是 as far as I know。好，那昨天有一个同学问的哈，因为他们其实问的都题目很好，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同学就是很不习惯问哈 ，as as， 然后呢，他说为什么这里不可以接除了句子或名词之外的东西，譬如说形容词。或副词，为什么？老师跟你讲，这个 as 呢，本来是连接词。那因为连接词呢，它连接词，所以可以接句子。它本来是连接词，因为 as 是叫做关系词。然后当你这个字呢，如果讲到说，我只要讲到一个字就可以清楚的时候，它就转变成叫做接近介系词的用法。啊，所以。As far as I know, as much as I know 是一样的道理。就我所知道那么多 ，as far 就我所知道那么远，因为一个人以前哈，知识的有知识的人，他不是因为他读书，因为没有书可以读。我说我在讲以前是指什么？好几百年前，但是语言好几百年前就有啦，所以他们的知识从哪里来？说书人他们走很多的路。他们看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只是到这个村庄来讲我过去所看到的事情，然后呢再到那个村庄他看到，所以他因为每一次都不断的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他总是可以把带给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个别的地方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说他是 knowledgeable， 他总是知道很多 knowledge。 好，是这样的，所以 as far as I know， 为什么我这种想法？因为他走得很远，所以他知道很多。我有就我所知道那么远，我知道我都知道那么多 ，as much as I know， 并不是一定要背的，只是说你要知道它的结构哈。在据我所知，除了 knowledge 对不对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这个 ledge 是书本的意思，所以 know 呢，我所知道的它的知，我们这叫哪里叫知识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写出一本书来，知识库。以前的人呢，就是以前的国王呢，他就会把他有一个仓库，专门请人在管理，所以什么六库啊，就是说他有一个仓库专门来管理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他不见得一定是书哦，他可以是。艺术作品它可以是什么东西，它可以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它呢只是说我们所知道它是一个值得收藏的啊。对 ，the project will be suspended。suspend 这个字来，你要切对了哈，因为切不对的话就会造成困扰啊。第一个 sus 是从这里，它是从上方，它是在上面 ，super s u p s u s 在上面 ，s u b 在下面 ，p b。好 ，PV SUP 在上面 ，SUV 在下面 ，SUS 在上面 ，Sky。好，再来 Pen 这个字叫挂的，所以 Suspend 就挂在上面，很悬，很啊悬就悬了，很疑，很让人纳闷，为什么会有东西挂在上面？一定有人把它放上去 ，Suspend。然后它的名词，老师跟你讲，它是动词，只要是动词，它就会有 SLN Suspension。有没有 suspension？ 好，老师继续讲到这个动词，但是我们这一课就比较不多，让你去知道说，你如果知道这个句子结构，好，我们再跟你讲，你只要看到这种结构，这种字一定不重要，没给你看，你给我花任何一秒钟看都是多余的，它是句型的结构，它重点在后面，你在阅读的时候就要练习这个东西，所以老师跟你讲说，进阶的阅读教学方法是什么？我在阅读这个文章里面，我看到，我们叫基础说，我看到这个句子，看它的一个句型，我就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不用全部看，你一定省下了三倍的时间。
你就够了，越就会越读完。你能阅读完，你已经达到高分了，已经是这十二级分、十三级分以上了。你能阅读完就十三级分了，很多东西都阅读不完。为什么？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看字，哦，然后字的还要再翻译一下，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字什么意思？哦，你的大脑不断的运作，好辛苦哦，很苦哦。但是呢，分数很不高，因为看不完。然后我们要去让你练习句型嘛，你看到句型，哎，是不还是那种？请问一下有哪个重点？就没有一个都是重点啊。就是后面这个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字上的一个重点 ，pink， 没有这个部分呢，老师呢还要再告诉你，一个文章呢，它的一个段落里面就在讲那个它的主题，所以后面的东西只要是跟主题有关的，你才会被考，不能考跟这主题没有关的。如果考这个主题没有关的，这个教授初级教授就失格。诗格是日文，但是它事实上是什么？这个事实上是那个中文的智慧。格叫什么？位阶。我是正黄旗的，我刚刚讲了，正黄旗是当皇帝的那一个。因为什么？他是开国的部落，他其他的部落都是跟着他，他会要去呐喊的，所以他当国王，他的子孙当国王。所以当如果没有子孙呢，他必须是正黄旗来继承。然后呢？正黄旗呢是皇后那个，因为什么？他娶了正黄旗，他不能娶正黄旗，因为什么？同一组的人成结亲呢，会产生怪怪的小孩子，所以他必须要娶的是红旗。你就不能跟正边的旗，你就不能跟镶黄旗、镶蓝旗，你就不能跟那些旗的，比如为什么？他们不够格，他们位阶不够，因为在战争当中有分功勋，你是带头的，你这个将来要。做最大功劳，你的格会上升。你是在后面守卫的，因为什么？我觉得你太弱，你只是防卫人家的后面突袭，所以你的格不会高，以后遇到功勋不会增加。这个东西都从战争的语言来的，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就有你读的书都会觉得好痛苦。为什么？就是要觉得不知道他要考什么，不知道他什么东西。但是各位同学，因为是从你最走这条路走来的。我走来的时候，我并不是去区分这样子，我就在就是说，我有兴趣，所以我会读。所以我一天到晚跑书店，不是去考看看书，看有没有让我觉得很 happy 的书。然后我常常在读书，在高中的时候读两跑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什么？书店。书店有一些哈，就是专门在叙述一些课文当中的课外，我都读课外的，所以我会去读什么叫做四书五经的一些其他版本，我们叫做金石子经哈，好，我会去读那些课外的，为什么？看课外的会知道，哦，原来这课本，他截取这一段，是因为他觉得重要，但是在别的地方写故事才好呢，对不对？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看《红楼梦》，那个什么《聊斋志异》，好，肉蒲团啊，不，对不起，讲错了。然后第二个，我去跑什么旧书店。租书店呢是我们的第二兴趣，租书店唯一的部分就是没有录音带，所以我录音带都要花钱买。可是我如果今这个月我的录音带钱没花的时候，就是我去租书，租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各种的小说杂记，好，那一本小说5块钱，一个录音带要120块，120块完听到坏，大概要听到差不多将近100遍。所以我的录音带每一代都被我听将近100遍，但是不能让它坏，因为怎么坏就收藏。所以他听100遍之后就停下来，都不再就作为收藏用。好，啊，这个突然要想到你哥哥，你哥哥对我影响很，不是你哥哥，对不起，你哥哥你没有哥哥，你的舅舅啊，对我影响很大。我们有个学生，他对我影响很大。他在国中的时候是我唯一的邻居，我其他旁边的左边的也是邻居，但我左边那个。是女生，左边那个是女生，右边是男生，有哥哥，他的舅舅，然后他也很喜欢音乐，所以啊，他就常常跟我分享音乐，所以你看我以友会友，以音乐会友，我这从小说你喜欢音乐，你就会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就喜欢音乐，然后他就是当时介绍我这个，你是不是他？是的，好，拜拜，好，这个，他不是只有介绍给我这个哈、啊，
Christy Bird， 啊，你跟你研究过 Christy Bird， 他一定深深的他的推荐啊。Christy Bird 最有名的，我最喜欢的歌啊，但是他不是最有名，美的不得了。那个有 April in her eyes， 有春天在她的。好，那因为我们不要讲她长得怎样，因为她已经很老了，她还活着，但是很老。好，啊，我很喜欢她，因为什么？她是正统的诗人，她写的字，她写的字不难，但是在她我们在那个歌词里面美极了。好，我们再举这个例子哈 ，Christy Love 的。因为，哎呦，这是什么韩国人喜欢的，真是。好，我们就看这个韩国人做的，好吧？这是我认为很棒的一首歌，但是你们认识的歌不是这一条。召唤春天，他世界，因为他世界满天遍地。那春天没有来，因为他是很邪恶、很可怕。在他的冬天里面，没有生物会来。有个旅行者来求助，给我一点食物，还有床，我只要食物跟床就好了。我没有你老婆，他就叫他的奴隶。美吗？旋律、歌词都美。啊，那韩文就不用看了，我看不懂，上面就好了。你看，一个人当他一个人。感谢一个人的时候，他到了40年后都会想起他，都是微笑的。高潮来了。他继续走了，他只能继续走，穿越这个冬天。The wild wind， 那个狂野的风啊，还有雪。他还是继续的提升。有没有人来帮帮这个带着春天来的女生呢？这个是叫做暂停，也音乐的意思，其实我认识。他一个晚上都在旅行。知道他要光的时候，一个很贫穷的 humble man， 他这个，他把他带进他家里，他在火的旁边就死了，他就把他很轻轻的埋了，早上起来了，所有的世界像雪白一样，当他来到他躺的那个地方。A blaze 是突然爆满的，像火一样，所以他的坟墓就长了满的花。那这个部分呢，很美，对不对？啊，可是大家不认识的，大家都不是很熟，啊，就是老师的过去啊，因为我在讲的是我的过去，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吗？这就是我过去我在唱歌，有哪个单词你不认识？只有 a blaze， 那 blaze 是火光，很厉害。就是 you a blaze me with your knowledge， with your English， 让我哇心中一亮 ，a blaze me， 加上 a 之后就有动词了。好，那么各位同学呢，你们比较熟是这个，所以老师还是要让你知道一下哈。好，好，这个字行里面写，
这是情歌，所以这你们比较熟。好，因为这个歌词呢字太那个。不行啊，这个字太小了。这个字可能大一点啊，那我看字大一点，要不然字很小。哈，字太小。我从来没看过，今天晚上这么配了，从来没有像这么的亮丽，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男人 都在请你邀请你跳舞，每个都想要啊，唯一夜浪漫，我从来没看过你穿的衣服，你头发上的一些装饰品 highlight 的装饰品 They catch my eye， 他们吸引我，那个穿着红色的女生正在跟我跳舞， It's dancing with me， cheek to cheek， 就是脸颊贴着脸颊，这是一种礼貌啊，嗯，嘴巴对嘴巴，没有人在这里，他在形容我们跳舞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他们，只有你跟我，这就是我要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认，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美，我的生命竟然有没那么这样的美丽，我从来无法忘记，今天晚上的容貌 ，The way you look。Gorgeous， 你就没有这么的 gorgeous， 这么你艳光到 ，You amazing。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人都想要在身边。当你转向我，跟我微笑，你把我的你把我心都给抓紧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完全的至高无上的爱，就在我今天所感觉的。好听吗？对吧？还是你们要听这个？你听听啊，你听听啊，好，你们要唱这个，这个你们最新的唱作，这个 Anaconda， 什么叫 Anaconda？ 你们听过 Anaconda？ 你们听很弱的，我觉得不知道 Anaconda 是什么，你们知道？蟒蛇。它是性暗示，你知道吗？蟒蛇暗示男生的器官，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好，我们来看他怎么唱蟒蛇。好，这种小声的暗示性叫性。大家都只能听这个。我的安娜才看得懂，你不是安娜看不懂。
美国现在流行的 hip hop rap 的艺人 Mina Nicki Mina 对不对？然后呢，你还是喜欢这个？我、哦、这个你到 party 去一定都会有。啊、我的安娜才看得懂，然后一直在摇屁，这个羊角舞韩国特别多。我听不懂那意思，好难。但是我有翻译过一遍，因为如果看歌词我就听得懂。好，所以 My Anna 看得懂，我的安娜才看得懂。Anaconda Anaconda 是指蟒蛇的意思，我的蟒蛇。好，要具有性暗示，所以我分掉。好，他。好，他的另外一首歌呢叫 Super Bass。好 ，Super Bass 呢，他也有性暗示，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喜欢。啊，这是母亲节的笑话。妈妈，儿子。那个。节扫墓，老人节。你娘做的。
那女性的政绩观是指哪里？好，那其实是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歌曲哈，你要让人家哈，就是他就让人家变成说，其实唱的这些歌就充满了这些暗示，然后让你就觉得哇，听起来我听得懂，你听听听不懂，对，因为安娜才看得，我的安娜才看得懂，对不对？你一定听不懂，因为什么？你不是美国人啊。所以他说我 My Anna 看得懂 My Anna 看得懂，我的 Anna 才看得懂。好，所以 I don't have a typewriter。 好，再来什么 Not to mention M-E-N-T-I-O-N。 好， Not to mention， 老师很希望你哈，就是你来上课，当然你上课有一定他的一个进度，但是还更希望说，哎，可不可以试试看看一下，天天看。好，那老师刚才前面讲拖很多拖做本本了，拖戏拍戏拖白，那歹戏拖棚。棚，有没有听过？这是台语啦，这中文没有这种东西。好，好，所以 I don't speak English。好，各位同学，我们从小的时候，你的课文上都写什么 ？Can you speak English？ 我跟你讲，这是充满了歧视的话。你会讲英文吗？我不是美国人，我不会。歧视的话，所以真正的问人家讲不讲英文的话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今天问一个人说你会讲中文吗？一定很生气。你看我讲美国人，是不是？所以你要说你有没有在讲中文啊？因为我没有讲中，我看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但是哦，你会讲台语，哇，充满了歧视，也要讲台语。所以这是我们中文里面没有这个用法吗？有歧视，英文一样都有这种歧视，你不可以这样讲。你要 do you， 你有没有在讲？又在讲，非常尊敬人家。所以你要讲 do you speak English， 千万不要用 can you speak English， 错误的我们的课本，错误的教法。因为什么 ？can 要先学，他没有办法教你 do， 对不对？因为 do 要 do 的变化比较难的、啊，所以我们的课文烂，哦，所以。因为课文里面看得很难去了解，所以我常常都要选择读课外。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要读课外，不读课外你怎么会有办法对课内的东西产生兴趣呢？没有办法。但是呢，当你已经看到有兴趣了，哦，让你们，琵琶行什么时候读？国中、高中？啊，国中行啊，对。爬，对，好，第八行我们用朗诵好不好？用朗诵比较好听。现在有这么多的讯息，你懂得应用的话，你会得到很多乐趣的。我们以前没有，我们要想尽办法，对不对？嗯，朗诵高标清。冬夜荻花秋瑟瑟。啊、哦，我懂，我懂，我那个心中的那个，我够了。琵琶行，那是白居易。哦，还有这个。算了，他其实前面有这个风景，没错。千堆望火试出来，对不对？哇塞，啊，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这个，叫他使出来啊。犹抱琵琶半遮面，我还有中午。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曾曲调千里情，所以那个前序也有吗？课本上前序也有写，啊，后面的这个也有写。活动的时候课本吗？啊，前序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的前面的有写，有吗？应该有，我记得我都背过。课本没有。啊，没有，前面的这序呢？这个元和十年与左相，就左相军师嘛。啊，高中才有写。啊、哦。
哎，这个我们都要背的。老师没有少你一样东西，只是差别在什么？地理呢？我们六册呢，全部都在讲中国，只有一章写台湾。六册历史全部讲中国加外加西方历史，只有一章讲台湾，就差在这里，其他的都一样。那你们的那个什么，你们学的那个自然物理化学呢？其实我都学的，但是我要到大学之后还要继续接受新知，因为我读的是比较旧的。哦，像量子理论，我的学的时候，高中课本还没有量子理论，我到大学之后就去读的。好，所以你们的话，高中的量子理论就已经变成点加。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还只是在算什么，算那个爱因斯坦的一等于m 等还是什么 E 平方的，就是那个光速的理论，那个是我们学到的。然后呢，它应用在各种的，就是这个爱因斯坦那个计算理论，它应用在各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但量子理论没有提到。然后到大学之后就开始有量子理论。那量子理论的计算方程式，我不晓得你们高中是不是有方程式出来？有没有？有。时代在进步，对不对？好，没有。那我们还没有。然后我到大学之后就去吸收。好，每个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老师你们背量少，我没有少背。但是四书五经我都去看了，也就是什么？因为课本上他只是把四书五经的几个片段都拿记录出来，我是全部都拿一本这么厚，四书一本一本一本，五经一本一本一本，好，全部都拿来，全部都要看，全部都要读，因为嘛，考试就考这么多，考这么难，好，所以我们没有高中没有过得比较轻松，老师只是跟你说，我没有过得比较轻松，只是什么，在苦中要作乐，好，要去告诉自己，啊，我怎么样去过这个生活。因为什么？这一样是我的生命啊，我一样得要过啊，对不对？啊，不是生命，不是我这段时间哦，我就是为谁奋斗？我不知道，但是为自己啊，麻烦你还为你爸妈奋斗，啊，所以我就常常就跟同学分享啊，你要哀怨的过也是青春十八岁，你要愉快的做也过也是青春十八岁，但接下来你如果能够想更远一点。我的十八岁之后在干嘛？如果你现在想到那边，恭喜你，恭喜你，你现在的作为就不一样。你愿意想到那边去，你是想要像很多人一样去那边哦，跑一百个马字，然后每两个月就换一个，还是，哦，还是我真的那时候我要展现我的筋骨，我要开始走向世界舞台。我的同学，啊，哦，哎，我不能给你看那个这个。我的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有太多的基因的事件啊。那我跟你讲说，我的学生们都出来了，现在在德国办事处了。他代表台湾在德国办事处，在欧洲一直宣扬台湾的一些事情，有没有？我上次跟你讲说，他呢到了法兰克福机场，然后呢下机飞机之后，欸，他是在法兰克福机场，他到法国还是法国？他到德国法兰克福，对，他是德国办事处，到法兰克福机场，然后一下去，好，超解出来要买火车票。啊！全身上全包全部不见，几十万，因为他要去旅行两个月，不见了。我的学生谁干的？我上次有跟你提到对不对？他现在还在德国啊，因为他是去在德国公办事处工作啊，他的工作是德国办事处啊。啊，他在他脸书上有说，我本来在当下就是。我剩下行李跟一张回程机票嘛，我就改机票回家算了，因为没钱，你要过怎么过，对不对？好，那时候转念是什么？哦，那个万念俱灰，哦，不是万念俱灰，哦，还是什么？危机就是转机。哎，你看那时候你会怎样？还是一头就撞机场转的？你会怎么办？他其实是。代表他可以回去之后等这个钱再来啊，那我为什么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带卡片，像我的话我就会带卡片，他没有，但是钱全部都被偷了，我想可能连卡片一起被偷，好，哦，几十万哦，心里面讲起几十万，他是心里面想，我有一个美好的一趟两个月的旅行，三个月旅行要做，要放弃这三个月，还是要放弃一辈子。可不可以回来之后就带德国女朋友回来了？对，
他丹江国贸系，他英文很好，因为是我教的。他怎样到德国办事处工作？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去德国，对不对？学德文，你有机会再去训练上去，对不对？好，所以 I don't speak English, not to mention, 啊不，rather 这种什么这个。Let alone, 对 let alone. 我的手，我的这个部分是怎么的？等一下，啊，对了 ，let alone， 更不用说 ，let alone 就是说你会让这个部分再更 alone 就是让德语单独出来 alone。那你看啊、哦、，alone 为什么跟 along？我们跟你讲说，它其实是概念的部分哈 ，long 跟 long， 这是单独 ，alone 就是独自，所以你如果只，你更不用独谈，不用独自提它，因为它根本排不上，我连英文都不好，不用独，根本不用提到这个 alone， 好，来 traveling like a lot of time， not to 什么？哎，那你用什么？Speak of 就更不用谈到，那就 speak of talk of 也可以，这些都是可以的。在要不是我的，要不是 ，but for my health， 这个老师在假设语气里面有跟你提到哈，我们有两个东西 ，would that 如果这样就好了 ，would that 后面接句子，对不对？好，然后呢 ，but for 呢是接一个名词。Would that 接个句子，然后这两个呢看不到他的语气，看不到的，因为他都在接一个事实，认为这样就好了。啊、如果你用的 Would that 可以看到字，但 but for 看不到，所以呢看不到的时候，你要去看这个句子才能结束说到底发生了没有，这是不是有发生？所以我要 Would not have finished。当你助动词加这个时候的什么，在过去的想法，但是我没有完成，意思就是我完成。因为跟过去的相反，所以我不会完成，意思我完成了，所以我完成了，所以有没有这个不要的？有，对，阿爸你提他干嘛？对，就是有，我才了，所以一个东西你要不用背，但是的确呢 ，but for，but 这个有相反的意思，没有人不说谎 ，no one but tells lies， 对不对 ？no one but tells lies， 没有人不会这么做的。But 用来做副词，而不哦，当然它有连接词，那但是这个句子呢，它只要当副词就好了，不怎么样。如果不是因为而不啊，所以 but 它有副词，你去查这边就有了。而不是，如果不啊、哦，如果不是啊、哦、，but for 在最后一个，要不是，嘿，这个也是一样哈、哦，你们这两个都看不到时态，所以不知道它是不是事实。听得懂吗？不知道它到底发生了没有，所以你必须要从这里看到，才能够知道他在讲。假设语气有三个部分，第一件事情，对未来的、对现在的、对过去的。除了对未来是有可能发生之外，其他的现在一定不是事实，都不是发生，然后过去也都不是，因为如果是事，用叙述就好了，对不对？我成功了 ，I have finished， 你用现在就好了，如果是事实就好了，你就是。我没有成功 ，I have not finished、啊。如果你要表达什么，我成功了，可是你是表示什么？他不是死，我就不会成功，我就不会成功，因为有 would， 所以他已经是成功了，他一定不是事实。然后呢，你要表示的是什么？这个好。关于这个句子，他，我在问你，他考哪一个？关于这个句子，这些句子他考哪一个？我现在是教你阅读，阅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讲五倍速度了，我就跟你讲说我到英国去，我因为我只会考试，所以我的考试能力就是只有拜什么你的阅读能力三倍而已。所以阅读能力，我一个晚上花了三个小时多，到时候睡觉睡醒之后，睡醒的时候我是这样子，那一叠25页的，25张纸还是页，25页13张纸，我是这样睡着，手上紧紧拿着，我压力太大了，我拿着在睡觉。所以一定没有睡好，
然后呢，一个晚上可以读几页？八页，那是我最大三个小时读八页，已经没有办法再快，因为我只能我的受的教育只有到我到只有到我到句子，我没有办法看文章。我的同学只要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就能读完了25章，25页。为什么差那么多？我老是在想，为什么？为什么？好，差别就在他看这些文章，他是看一页一页的看，跟我以前在读速读是一样的。老师在高中的时候没事干，我要读经，因为那个书店，书店是看天的，一本他一本书随给你借，他一天是多少钱？一天5块钱，你有办法看多快？你知道，所以为了要赚那个阅读的钱，一天5块钱，不是一天5块钱，然后他有算那个速度的，就是你有看办法看多快，我就是只收这么多钱，所以呢，我就去花了1500块，2个月时间去练速读，快速阅读，真的有练到，就是我进去读的时候，人的中文阅读速度1分钟最快，你最快300个单词，300个字，一页用300个字，已经很厉害了，一页300个字，对不对？我的毕业的时候，我一页10800个字，一页不是1分钟10800个字，拿着毕业证书，马上去哪里？小书书店，哈哈哈！那个老板看我很无辜的看着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一个下午，我们要读10本金融小说，他就收我10块钱而已，只能收我10块钱，因为什么？我只要我就一个下午啊，你们怎么怎样？他是随便你读的，就在店内读，我就帮你读10本。不久之后，那个一刷图的几百本就被我看完，收上去，我还能够讲出来他剧情，但是我不知道他剧，不是很确切知道他每个字的用字，因为没有在看这个字啊，但是我知道他的剧情。你要听得懂吗？人哈就这样，你为了要达成目的，你会要去想，对不对？我就没有钱啊，对不对？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要去买 tape， 然后我又不肯。一卷录音带120块钱，我不肯买那个夜市的30块钱跟15块钱，我不肯，我就是要花原版，我就是愿意买原版，因为什么？有一天我要成歌手，人家去夜市买我的版本，用30块钱，我会觉得只是这样，我会心里很难过，所以我不愿意。我们每一卷 CD 都是原版的，绝对不买夜市的。好，那果然当了歌手之后发现好难赚，因为每个人都买夜市的。我根本赚不到。好，所以重点是什么？讲这些句子，重点是什么？这个东西都不用看，不要想去记型，这没有意义。听得懂吗？在这，听得懂吗？所以当我一个句子，我只要知道它的重点之后，我的速度就会变3倍。然后在当一个段落的时候，我只要知道一个。第一句，因为所有的这个句子，一个段落的第一句告诉你这个段落，所有的句子必须要跟它有关，所以我只是要记住什么跟它没有关，不是有相反的逆行的句子，其他全部都不需要看，所以他们就在看段落，我的速度就变10倍。你有如果有这个10倍的速度，你当然就是考90分了，我就是考90分了。好。我讲个秘密哦，那你们可以毕业了。好，接下来就是第12页。好，我们接下来呢，我是写完了还是怎样？还是我讲到第2页？那第二页怎么？第二页还没讲。好，第二页没讲。对呀，谢谢。好，所以我们继续把完整哈。I obey her 什么？然后呢，免得用什么 less。好，这个跟你讲哦，它那连接词，它是用来 less 来的 less 什么？我们希望这个比较少一点。你看是不是？他生气的表达，对不对？那你用哪个助动词 ？She 用什么做？啊 ，would。因为我们 less 的呢，就是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当然不能用那个什么，不可以用简单先，不可以用事实啊。我不希望发生什么，我怎么用事实？那
那我干嘛？我干嘛？就是我跟他直接惹他生气就好啊，对不对？所以要 he would be angry， 好 ，should 用 should 啦 ，should 以免用 should， 类似用写 should 的比，不用。老师跟他讲，用过去式。那么 should 是什么？我最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叫 should。should 我们翻译叫万一。请问一下 ，should 的那个字叫万，那个字叫一？好，我不应该。那是为什么用叫 should？ 老师有给你解释过，因为那个当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You should die， 什么意思？这是上天注定的。我们当我们无法去解释一件事情，不知道它的原因的时候，那我就骂你，你该死，该死吗？上天叫你要死啊，不是我啊，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解释了，你为什么死了？对，所以他用的好啊 ，should 就是上天。好，不 OK， 这个字刚刚来自于 show 的用法一定是上位对低下位的人，就是如果我是上位人。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奴隶。我说嫁给他，你不能嫁，你不能不嫁。我举例而已，不要紧张啊，没叫你嫁，不是你主人哈。所以外国就是有这个部分，上位人对象有无上的权利，有绝大的指挥权，所以用 show。所以我们现在不用 he show she show， 因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的啊，只有以前人可以啊，听懂吗？所以现在呢，只能用 I show we show。听到吗？我们该去这样做。好，因为这个，我们只能对自己命令，所以只能 I show， 一真第一人称，不再使用对其他人称。好，然后呢？但是呢，改成叫 should 之后，什么？改成上帝的旨意，早就应该要发生的事情，怎么还没发生？也许在你还没死嘛，对不对？你还没死，我才叫你也许在啊，对不对？那因为你还没死，所以我用也许在。但是我是说，上帝叫你要死，你该死去死吧。啊，这样了解吗？我不是骂你哦，我是在跟我说，你能够体会到那个字的用法吗？体会到了，恭喜你。没有体会，继续努力。哈，有一天你就发现说，你如果没有放弃英语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在国外的人啊。是跟你讲说，其实你为什么我会讲德国，你知道吗？因为德国跟英语的渊源太近了。你同样的要去读免费的奖学金的，就是。在欧洲啊，有好几个国家都提供了免费奖学金，就是你只要申请到这个学校，你去读书，学费全免，政府全免，听懂吗？你只需要什么负担生活费，生活费不用关心，政府全部的哈，你去瑞典更好，瑞典补助。你今天来读书是吧？你读研究所是吧？你读研究所一年级，给你一个月50000，最低50000，因为你是只符合最低标准。最低的补助标准，好，你能够读到二年级，改成100000，生活费不用钱哦，还给你交生活费哦，学费不用钱哦，给你生活费去瑞典。问题是什么？对不起，你要读瑞典文，你要读瑞典文。啊，问题是什么？你读瑞典文，我来台湾干嘛？你只能嫁给瑞典人吧，或者娶瑞典的女生吧？对，那个女生都很大块，要吃肉，好，被他压都压死了。你要不要去瑞典？我很想去，但是问题是什么？我要学瑞典文，瑞典只讲瑞典，他不讲英文，除非你在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学校，但是那英文要够好，他们就用英文教学，对，而且英文要够好，所以我还是跟你讲，只有德国提供免费的语言教学跟生活，就是生活费的什么借钱，他借给你，然后呢，你可以以后出去在德国工作之后还完了，你就决定可以走。那、啊、你没有还完，你他会限制你出境的、啊，合理吗？那我就不还啊，因为德国也不错啊，我就没有还完啊，我就工作，你就给我工作啊，对不对？那就这时候就是什么生活品质问题，我有薪水，但是他不会强迫我把我薪水全部拿走，就是我是三分之一要缴贷款，三分之二生活费，所以你生活并不会太差，好，所以我才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有请看德国是率先第一个欢迎外籍人士的。哦，这个跟我前后的都一致了。你想知道吗？上李宗宪，李宗宪是我的同班同学，嘉义高中毕业，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然后呢去德国工业柏林工业大学的博士研究。他能够毕业，他在台湾一定是一流的。回来之后在成功大学教电机系。好，然后他现在就是他很多跟我做工人，他就在讲德国。他就一直都在，因为他就认识德国嘛，他会德语嘛，对不对？你
你用全部英文 OK 的，因为什么？在德国人人都讲英文，因为德英文跟德语其实很接近 ，mother、father、sister 都是全部是德语来的，对，不会差太多。然后呢，你在那边读，你在那边读，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要去跟比较深入这个社这个文化，我今天跟你讲话，我如果跟你讲中文，你一定会觉得感觉一点；我如果跟你讲英文，你会觉得疏远一点，合理吧？因为你的母语不是英文啊，合理吧？所以你要深入这个社会，你迟早还是深入。我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法国人，然后我们家的，他嫁到德国去，是不是？他现在英文好棒哦，啊，奇怪，法国英文很棒，法文的英文，哦，德文也好棒哦。我们常常在 WhatsApp 这里联系，然后改天给你看啊，想给你看，太好，都有私人秘密，我跟他之间，好，来。She detour 这个字呢叫做绕道。Tour 这个字就是原定的计划绕一圈，但是 D 就是延迟延后，所以你看哦 ，delay down 的意思 down， 然后 lay， 所以放到后面去就叫延后，放到下面去，放到后面去，所以 detour 叫绕道。你语法是这样子，你绕了之后你一定会延，所以这个叫做绕道，对不对？然后再 detour， 然后呢 ，that he should， that， so that he should cut the traffic， 所以绕道 ，so as， 可以这么说的 ，so that 可以 ，in order that，in order that，in order that， 好 ，in order that， 好在。有时候我自己想一想，好，你们来了，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答案，跟我讲一下。前面用补句。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对不起，老师不对，因为他以免，我错了。For fear that， 好，因为害怕 ，for fear that 这个字呢，只是因为害怕，这个 that 呢是这个害怕，因为这个害怕而已，所以你可以讲到说 ，he detoured。For fear, mute. 然后呢，人家会说 What do? 然后你就要底气的说 She should be. 好，那你看到 should 又出现了，因为什么？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就万一他会被发生的这种事情，没发生的嘛。好，然后再 take somebody with you， 再什么 in case。好，还有没有别的？没有。再 he is。Too short, too short， 太怎么样以至于，所以当我句子看到这个 in case， it take a man， 你觉得你要判断是哪一个重要？一般的通则哦，这是一般通则，前句后句，前句，这个东西绝对不重要。你只是你练这个东西，只是要知道这个东西才是重要。为什么？任何的除了对等句之外，任何的条件句都是条件，他就算不写你也还是可以懂得他的意思的，所以主要子句都是重要的。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 take some money， 如果你判断得出来你就少了一半，速度是增加两倍，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东西就不重要，你发生了没不知道啊，对不对？好，再来 too short too 这种句子哪一件事情重要？前半和后半，就是表示认定。哎，又来，认定。哎，你来了吗？好，有了。不是，你在讲 he's too short， 看起来像是的，但是这个部分呢，它本来就是个事实。他前面已经都讲他很矮，对不对？所以他的后面说他加入校队了吗？对。各位同学，你了解吗？所以你在这里呢？其实是这个在谈论到叫入校队身高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是它的关键。那你要读这个句型是因为什么？它的关键是在谈这个。我这里跟你讲说，它必须要一开始的时候告诉你我的主题是这个东西，所以后面的部分呢都是为了 support 是支持这个主题。你如果不是这个主题的，请不要写，因为我们绝对没有这回事。所以很多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觉得很痛，为什么？哦，我想不出来。我同学，
你所需要就是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你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因为你要写下一段的第一句话，就这样而已，剩下的都是在说你上一句话，中文没有那么难。但是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中文太好，你读过太多的文章，导致你搞混了。好，好，再来 the math problem。很多同学就是，请你要去思考一下，我讲公司坐在这里就会进步，我说就怎样 too difficult for me to solve。我们这些句型，我们其实都国中的时候都教了。好，然后呢，这个要多小心，就是你这个 solve 后面的 solve 在这里，所以它不能 solve it。很多同学都会写出这样的句型，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好，你抄哈，你在抄的时候你要去想什么？对于你来说，你最难的是什么？那最难的是什么？是要我帮你解决，而不是你抄下来就得分了，不是的啦。所以教授说，我跟你做笔记是什么？做笔记是因为你不会，不会是什么？因为要解决，不是做笔记就会得分吧？好，所以请各位同学要有观念哈。再来 ，is too 好。我们其实哈，这 too young 这个我们要讲，它还可以改变哈。好，还可以慢慢，你 young 还可以改变成其他的字符嘛？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讲了哈 ，mature 成熟的，然后它的相反 ，immature 也是不成熟，它不够成熟，对不对？好，再 choose 什么public， 所以这个担任工作中 take public office， 漂亮的地方是 office， 漂亮的地方是 office， 它的特色是什么？你看到这里 public office， 你看到 office。特征是什么？特征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办公室可不可以数？可不可以数？你觉得不可以数？我们在判断可不可以数，有一个很简单的法则哈，就是有没有一半的？如果有一半，那就不可数。面包可以有一半，不可以数。蛋可不可以有一半？不可以。它可以开。还有一点可以数，对不对？这样听懂吗？好，这是基本。你要走了吗？有没有？没有一半，所以可以数；有一半，所以不可以数，对不对？那可以数的就加数量就好了，那不可以数的就要加单位。好，所以英文是这样。然后呢，办公室有一半吗？可以有半个办公室吗？不可以吧？所以办公室可以数，办公室他说不可以有一半嘛，所以他一定要可以数，不可以有半个蛋，所以他蛋是可以数吧？我合理吗？我这样的逻辑合理吧？所以办公室一定可以数。那所以你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这里没有？你们学办公室嘛？所以这为什么没有加二？就设掉什么？任何名词都有。可以数跟没有可数的时候 ，part 如果是还没切开的，就是可数。I need two pies. Cake 还没切开的 ，I need two take. I ate two cakes. 还没切开的可以数。当你切开之后就不可以数，对不对？因为切的方法很多啊。我这个人胃大、啊，我就一颗，我就一颗蛋糕，我就切三份啊，你一份我一份，他一份，这样，没，对不对？我这个人啊，心地。心地宽厚啊，一个蛋糕，好，切成十二份，每个人都有，所以切开的时候没有办法数，合理吗？合理吗？合理，谢谢你。所以每一个字 ，TV 可以数，电视机不可以数，电视节目，是不是？好，拜拜，辛苦啦。好，来做补课呢。都是很愿意啊，如果不得不出来，当然也是很愿意啊。因为什么？我觉得有机会啊。那么老师呢，也都在这里说宣传一下哈。我觉得机器要快要换掉了，唉，不是老师在是。这个已经跟我好几年了，就我一直在把它摔坏。不是坏就被同学撞坏，因为他从左走过去之后就把它敲下来。这是前脸嘛？好，他一定。
好，然后再来，我们来讲哈 ，office， 我们一句叫 official，O F I C I L。official 叫做正式的 official， 然后呢 officer 官员，因为 office 呢通常就是正式的地方，正式跟政治有关的，所以我们要谈正式，好，正式就要到 office 去。好，各位同学，Take my office 是什么？他要担任公职，好，所以他为什么叫 public office？ 他是公开大家的。然后 office 什么？这个字不是办公室，为什么？职务，因为一个职务有个办公室，听得懂吗？好，就是谈在这里。那么办公室，我们为什么不是办公室？因为他这个职务并不是因为办公室的。但是因为有这个职务，所以他可以有个办公室，所以它是因果的关系。所以 office 呢，其实是职位的意思，职位就不可以数了，职务就不可以数了。你怎么数？对不对？我的职务是什么？扫地，我扫这里地了。我的职务，各位同学，职务没有办法去比，没有办法去比，因为它有太多变化，所以它没有办法数。所以 take office 什么？就任。所以你们看一下，在英文里面 take office 就叫做就任，那他为什么不是 take an office？ 他没有办法拿下一个办公室，所以要用 take office。好，老师是不是每个都给你解释的？就看你愿意去多了解，因为你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思考。我就跟你讲 eye， 大家知道 caught my eye， 他为什么用单数？他只抓了一个眼睛，另外眼睛放着，是吗？爱呢，在古代里面，除了你眼睛之外，再来就是灵魂之窗，是吧？我的心都被他射住了，他吸引了我的心，所以他是指心灵之窗，是不是合理呢？所以当他变抽象名词的时候，他还会再来一次，不需要再来一次。She caught my eye， 他把我的眼睛抓住了。我有丢耳机吗？不是嘛，对不对？他抓了我眼睛，有吗？没有啊，他吸引了我，对不对？所以心智的意思，好 ，caught my eye。哎，江老师解释的名词和不和属，是不是就等于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思考？你在高中要这样思考，你在思考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也不过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告诉你是我的思考而已。我从此会去比较，然后呢，我就会写下来，这样我要想办法搞懂。搞懂的方式不像现在我网络这么清楚。现在以前都要去往去找，所以我最常去的地方书局，在小说摊。那小说摊只有到一个部分，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好，花了我大概一个多月把那个小说摊给看完了，看完了。好，走出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只赚了我什么不到100块，这批耶10天，他就很纳闷。你为什么可以我去了之后就给他丢给他，有没有十块钱就输在你看看几小时，就是看我开了快了10块钱，然后就开始把那个一条今天目标上面这一层20本放下来，但是要很专心，不能吃东西，不能那种很专心，更不能做笔记，我又不是在做读书的，我干嘛做笔记？1分钟。10000个字就是要这样看，因为一页呢顶多只有800个字，所以你其实平均每3到4秒钟就要翻一页，所以你在判为了要速度快，你必须要知道关键字。所以所有的文章都有 keyword。我跟你讲，老师要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们在 Google 东西。Google 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让这么全世界多几亿人在使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啊，对啊，搜寻啊，它的关键是什么？它的 keyword 建立的好啊。它呢，
Google 这个引擎它最厉害就是说，我今天在抓资料的时候，我的搜索引擎，我的电脑系统对 keyword 抓得好。请问一下 keyword 是谁给的？当然是电脑找 keyword， 但是谁要给 keyword？人脑啊，所以有一层程式工程师，他在写作这些程式的时候，他不断的建立了 keyword 的系统。那 keyword 它彼此之间要必须相关，就是你今天如果谈到是什么主题，对不对？你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你这个主题，你后面的 keyword 会是什么？所以今天你为什么用 Google 引擎？因为 Google 引擎它太厉害，它强大到你给他一个 keyword， 他会把适当今天你这个其他引擎都不好的因素，他抓得不到适当的，也就是你今天打一个字之后，他抓的都是一些不需要。Google 的他不会，差别就是什么？设计的人在当初把这个引擎就是程式 engine， 搜索引擎，他就是什么？我就是很厉害，我就是在这些程式这些 keyword 相关的。好，什么叫 keyword？ 就是阅读的时候你怎么样判断它？我是不是讲出了一个关键？这就是世界的知识啊！你去阅读，你判断这个字的重量字在哪里？重要字在 keyword。所以，你现在写研究所论文，因为你的研究所论文有一种是只在台湾出版，因为你如果是台湾的硕士，你是台湾出版，你想要在国际出版，你要写英文，但是也要得到人家外国的机构的同意，他才会愿意让你出版。但基本上都没问题，只要你有办法写成英文，你的文章、你的论文就可以在国外的书、国外的杂志上面或者刊物上面出版。因为每个学校都有研究所论文，对不对？所以你有英文，你就可以在英文上面，你就有机会成名，你就有这个得诺贝尔奖。如果你这边只有写中文，对不起，只有中国会颁给你诺贝尔奖，对不对？好，中国这个中贝尔啊，不叫诺贝尔，因为诺贝尔是诺的。班的中国的是中不叫做中国诺贝尔叫做什么贝尔？中国现在领导人叫什么？啊，席贝尔，诺贝尔姓诺啊，席贝尔姓诺姓席。好，所以呢，郭同学，你在这论文当中，你就说你要在郭同学老师要讲正经话哈，你要出版的时候，你在写的时候，标题。它有一标题，有标题一定的格式。接下来你要下面要注释的，就是你现在论文的。我现在不是在教你写对还是论文，但是你将来知道为什么叫 keywords。你的论文下面的第二件事情，我有标题对，标题是有规定的哦，标题要写什么也是有规定的哦。那你下面呢要写 keywords， 因为什么？没有人哈、哦，没有人会读你论文。然后读到最后的时候，干，竟然不是我要的，听得懂吗？没有人这样做，所以没有把那文章，连论文一篇，少说也有什么一两万字，一两万字以700个字，以600个字，因为什么？你还有图片，所以一两万字至少要200页，是吧？20页还是200页忘记了，一两万20页是吧？好，20×600，一两万，对，好，对，好，起码要20页。有没有人会读完20页，然后告诉，然后才会很痛苦说哇，读完20页不用时间，我怎么可能读20页才知道这篇文章不是我要的？大家都借来借去，抄来抄去，谁要看这个公文？所以请问一下，我怎样判断这篇文章如果有那么多研究所学生，因为台湾研究所学生冲刺的，找不到工作就是了，对吧？你怎样去判断这篇文章的 keyword？所以你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 extract， 什么 extract？ 我简单的告诉你，我这篇论文我是做到了什么，这叫 extract， 我把它抽开来告诉你我的结论。最后开始就要依照论文的格式这样写，所以人家这样你懂了没 ？Keywords 就是阅读的关键，我要不要决定要不要读？我读了之后，我就会这些字就会出现在我文章当中，然后它就代表了我这篇文章的重要的关键。所以 keywords 有多有少，但是它就是要帮助你，你可以决定要看到这些单字吗？所以你要慎选 keywords， 好吧？好，再 the scenery is 什么 too beautiful，
forward， 对吧？有没有？好，一样。对啊，对啊，对啊，阿爸你什么？啊？我用错了。用错哦，够够了，就只能接动词哎，所以要接 for。to 差别是 for 是接接名词 ，to 是接动词哈。好，有没有不同？当然，请跟我分享一下，我才会知道说我该怎么样的协助你。你其实在当初认识你，这样子以后在任何的世界上，哎，都是你跟我，你跟我平常都有在互动，你就可以赚到什么？你今天将来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能够一见就能够帮到你的核心，在于什么？因为我认识你啊。所以我跟你讲，不久之后，我迅速就能够知道你需要什么。啊，我是不是跟你举例了？上次有一个，我们跟你讲，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学历很显赫，地位很高的，对不对？然后他呢，委托的另外一个，因为他有那么高的地位呢，他是不可以随便求我，对不对？他要请另外一个人来求我，然后我当然会知道他一定是认同关系，那就是因为写，因为他有一个子女，有一个子女。他是要参加世界那个鞋子的设计比赛，我们讲过这件事情，世界鞋子的设计比赛代表台湾出参加，但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组呢本身他就有设计材料，没问题，他呢也做出了成品，没问题，拍照片写出成品，好，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你要参加世界比赛，你要写英文叙述，对不对？然后呢，他呢想很久，他不知道该找谁。你可以花钱5万块钱请他帮你写，当然有啊，对不对？但他就觉得，但是花5块钱你可能写不出来啊，我帮你写，还是不一定。然后呢，他就把我写了一篇文言文，好，文言文就是字很少，然后就转了请我帮忙。我自然知道是他帮忙啊，我当然知道，我可以秀给你看，但是。我只是小秘书，知道？然后辗转来请我帮忙。我考虑了，我总共从接到这讯息到我还给他，总共1小时又2分半钟。为什么花1个小时2分半钟呢？这前面的30分钟呢，在干嘛？在思考我要不要帮他。那我如果帮他，我要什么原因？他写了一篇文言文，他请我翻译，我就因为什么？你不能说啊，请你写，因为我又不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他就写啊。对于那个鞋子叙述，然后那当然文言文就是放在那个代表比赛。如果你是你一定要写英文，你都一切都要写英文，但是叙述不能来。然后呢，另外半个小时呢吃饭，因为中午时间到了，我告诉我自己，要帮人家忙也得自己很 happy 啊。我如果今天要帮你忙，我不 happy， 我会帮得很痛。我觉得真的不好，所以你也要知道说，就是人要先满足基本需要，所以我很 happy， 吃饱之后，我用2分半钟写完，其中呢1分钟呢干嘛？实际上是花1分半钟写完那篇，然后呢我的字数比他的中文还少，厉害就在这里，哇！他收到之后，他跑去跟师母感谢。因为他不是直接的，他说哇，感谢你的先生对我帮这么大的忙。那个师母呢，就是满头雾水，不知道说哦，怎么会有人跑到家里来，然后特别给你送了礼，然后跟你说啊、哦，你先生真是帮你太大的忙，就是他哦衷心的感激啊。我也笑笑，觉得养狗是干嘛？我对自己嘲讽，养狗是干嘛？我是干嘛的？还是搞不清楚。对 ，I would help you if but as 什么 ？But 事实上 as 是什么？啊？为什么会是什么 ？I can 怎么？我不知道。It is.
欸，这很怪。因为我其实哈，一般来说，事实上 ，in reality， in truth， 然后再来 as a matter of fact， 啊 ，honestly， 一个字两个字哦，但是有 as。as it is。什么叫 as it is？ 它前面有写。嗯。它前面有写。as it is。好吧，你说的对啊 ，as it is， 好，但是这个比较麻烦，就是 as it is 是事实上，然后 I can 啊。不是对，因为 but I can't as it is， 它是骗你。好，这个是这样哦。What， 好棒。好 ，What is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是 ，What is most important？ 你可以加 the， 但是它只是要表达副词，所以 the 不写也没有关系。然后呢，等于 most。important， 这个叫做副词的片语，在说明 I can't。然后呢 ，most important 就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副词，这个最后一个字是副词。啊、哦，所以 what is more？ 有 what is more 就 what is worse， 然后等于什么 ？more over， 更甚者更。更多的，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在呈现这种东西。我如何用简化，然后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啊，这只是我没有看考上面，但是很那个我们这个是讲对的。As is 就如同事实的，它 it is 是你懂现在是，一定成现在是的是事实，对不对？好，好，再来不瞒你说 ，as a matter， 他用不瞒你说很怪哈、哦。事实上 ，as a matter I flunk， 我当掉了 flunk。I say it was Thursday, but in fact, in truth, in reality, 啊，就是这些都是 in fact, in truth, in reality， 还有没有？基本上这三个就是常见的，事实上。在这方面，它其实主要本身在，所以这个字都可以变，只要是跟真相、真实有关，好，好。那么你可以用 honestly， 老实说，因为你哈，诚实的说 honestly， 有一个字、两个字，其实这些东西变化只是理解哈。然后这接下来的就什么呢？哎，就讲过了。好，那么这个单句写作呢，老师呢，就是现在要开始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开始哈？所有英文都有它一个基本的结构，你有办法写基本结构，你就可以写出一个很漂亮的句子。只是在于什么？你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件一件事情的来？请你不要说“我早上起来我就拉屎了”，这样讲很怪，因为早上起来就拉屎，那你莫非就在床上就拉屎，醒过来就拉屎？不，我醒过来我就拉屎。你其实要什么？我醒过来之后，然后我呢穿衣服。我洗脸刷牙吃早餐看报纸之后，然后呢就早餐就发酵了，然后就拉屎，对不对？你不要把它一件事情就直接就跳到底，这个太危险了哈、哦。我知道，谢谢。好、哦，正在努力的、完成时间、哦、我想应该不会介意哈，有太那个哈、哦。所以老师跟你讲，你在写一个句子的结构的时候，就从这里开始。只是你在写的时候，请你依照不要跳。一件事一件事一件写，你写久了，你就会知道怎么写，比较不会觉得很老舍，对不对？我早上起来干嘛？我干嘛？干嘛？干嘛？你到最后就把所有我全部省略掉，都啊，你就会写出一个漂亮的句子。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千万不要用中文、英文塞进去的方式，不要用中文然后塞英文的方式。同学大部分都是说这样，我不晓得是谁训练你，但是呢，就是什么？你的到最后养成的坏习惯，那这部分能不能改？可以从这里进行改。所以呢，首先我如果有要写一个句子，这个人做这个动作，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再写了。你后面再写的一定都只有什么地点、时间、状态，地点、时间、状态，就这样而已。你后面其他都可以再写动词了，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啊、哦。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你呢要练习一下。事件发生，时间，
下了雨，主词下雨的主词，我们在国中学过，你只能用什么 it， 没有别的。好，好，那你如果不要用的话，你要用 the weather 也可以，但是形容 weather 你就要适度，要适当想一想，可不可以 the weather rain？ Weather 不能做这个动作，好，所以 it rain， 然后再来时间，再来这样住。这是什么地点？你从一个结构就是什么？什么人做个动作？这个动作，他就是这个人做的，其他的都不要再写，就会很漂亮。剩下都写时间地点，你就会完成很美的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从这里一个一个确确实实的问我自己，谁做什么动作？你如果写出这个，其他都不能再写，都不能再重复了。谁做这个动作不能再重复，因为这样子会模糊一个句子的结构。就是谁做什么动作，剩下都只是副词、副词、副词，就只能什么地点、位置、时间。好，好，然后再来就是没有人、生活这两个，一个只能什么助动词，这个只能副词，单独是状态。我跟你讲过，时间、地点、状态。好，再来我生长乡下，但是乡下是地点，台湾南部。在什么段这个部分说明乡下，所以这个句子我生长，就是你写到这里，你就其他地方就不要再写动词，就怕你写动词，因为什么？你会不断塞你会认识的单字，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还有各位同学，你花了三年五年形成的坏习惯，你想要在三天五天就改变，这样有点把自己的力量给夸大。人还不是有这么大的力量，习惯如果这么容易改变，那就叫习惯。花三天五天，再花三年五年的，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所以你必须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改变这些习惯。学生读书，这里不要用功，不要再用功了，你只能用副词，努力 hard， 对不对？其他的不要。那在小男孩逃离。你会写逃离 ，OK， 不会写逃离，懂吗 ？Run away， 啊，但是差别就是 run away 后面要接 from， 就跑开了，你要接离，跑开哪里？你蛇跑开，往这里来，我跑开这里，跑这里，往这里，往蛇，所以跑 run away 有 told 跟什么 away from， 为什么？因为你跑开到底是离开谁，到底是朝向谁，你要讲清楚啊。 Run away told his mother her mother， 有没有？那就是朝妈妈跑去了，而且这毛妈妈不是蛇，对不对啊？如果是用 away from， 那就是什么逃离，从哪里开始跑开，很合理啊。所以你要记得，记得使用一下这些，即使你都一定都会了，只是你有没有用它。在生活改变，好，生活改变十年台湾地点时间，你会不会写很多？我不在乎，你写不写那没关系。但是这状态，很多是状态嘛，对不对？改变的状态嘛，很多，所以它是副词、主词、动词。我家有很多，这里要用什么？有。好，现在就问你什么？如果是我家有，它要在你家里面，你家有什么？对不对？我有，它必须是我的啦。啊，我家有了吗？所以你不可以用我家当做主词。你要什么 ？There， 在那里。然后呢 ？There is。好，小溪。然后呢？这是地点。你会不会写清澈？随便，对不对？因为都很好，形容词都很好改变。你会看你会写多少？好、哦，清澈用 clear 就可以了、哦、很漂亮的。好、哦，不要去想说哦，我要去找一个字，然后把它凹进去。你会很痛，但事实上没有人觉得你需要，因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出题，我能够改你，我能够改你一个英文哈，我起码有五万字啊，我起码五万字，我在乎你这个五千字的小孩子吗？你用什么字对我来说一样啊？除非你用的是我在做那个我的很后段才认识的政治，那我就会很吓人，很害怕，但是不太可能。你的几千字能够跟我的五万字比？一个出题的老师随便一定要有四五万字的智慧能量，所以你怎么写都没有办法吓他的啦。
不用去在乎你能不能找出更多么美的字，不可能的啦，听懂吗？所以你只要平常心，用自己心里面的些，只有一个原则，你去练习到，你就会得高分。没有人，我会告诉你啊，同样的重点英检，我有什么？国小六年级考过，以前有国一考过，国二考过，国中二年级就考过多年级。他写的都是基本英文，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挑剔错，所以他分数都80分，刚刚好过。但是他过了，就国一啊，他写的就不会有错的问题啊，那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写啊，他不会这种。我们是因为中文太好，所以你才会写出这种很恐怖的英文。中文学会了哈，再来就是以前我住在夏天呢，他说对，我常在夏天，夏天时间副词，好，然后呢以前时间副词，对。游泳钓鱼，所以我是主词，游泳跟钓鱼有两个主动作，所以你要学会什么？学会用 and， 有两个动作嘛。然后在游泳，我们学以前国一就学了 go swimming， 那么钓鱼呢 go fishing。我不相信你不会写，啊，你要写，你要写成合起来就是 go， 不要再重复写嘛。你要想 go swimming and go fishing， 我当然觉得很 OK， 但是问题是你觉得 OK 吗？需要吗？对不对 ？Go swimming and fishing 就好，因为什么？不重复嘛。好，接下来就是单句写作。第二个部分，你一定要去练习，你才会有机会去得到这个老师的真传。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请你哈、哦，这个动词呢，讲完了之后，它表现的是这个状态。我在这个主持在做这件事情的状态是怎样？这个动词在呈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状态，所以这个只是在说明这个，补充它说明。这是英文的第二个你不会的东西。其实哈、哦，有瘦子你都 OK， 可是你不会的东西是什么？你都不会写补语，不会写补语什么？啊、你不知道原来中文不可以有，中文没有这样子，是英文哈、哦。所以你们要练习写这个补语，很简单。对，所以首先第一个补语是什么 ？is， 你都用 was 你的西洋，是不是？你有说 my father was， 那你都是西洋嘛？以前是，现在不是啊？那我不西洋，我不变啊？好，啊，除非你要讲现在他是什么，那就可以。为什么？你如果讲说 my father was， 那是西洋。如果说 was， 然后再做 and he is， 什么什么 a doctor now， 那就可以。所以英文有写跟没写差很多的。好，在天气越来越冷，它用什么？你可以用 is getting， 但是呢，你也可以用什么？用 get 或用 become。这老师刚才我跟你讲了 ，get 跟 become 的差别是什么？都我讲了，对不对？那再来是 become， 这里就不能用 get， 为什么？老师跟你讲说 ，get 呢是它会结束的 ，become 呢是会一直持续的，所以它作为好妻子只有三分钟吗？可以吗？就不太适合，所以你不是用 get， 它不会短的，是不是？才是后面不变，所以这个好妻子必须要不变的才叫好好妻子，对不对？突然变成什么二妻，那就 get。 好，再来，它三个是啥？是 for。 老师跟你讲哈、哦、，get become 它表示什么？它变化，然后变化之后后面的部分，然后后面部分会怎样？是 get 跟 become， 然后再来就是 for。 for 是在讲前面变化。get 跟免看都有一个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不需要比较前面。但是 for 呢是什么？是形容前面，它是突然之间变的，所以它是讲前面时间变化时间很短，天气突然变冷了，他睡着了，那个时间很短，所以他在讲前面，后面的部分没讲，所以它是 for。 好， get 跟免看讲后面的部分延续性， for 表示什么？前面后面的部分，后面没讲。睡着了，他强调睡着就着了啊，就是他突然他很快的睡着了 ，fall， 因为很快嘛，掉下来不就很快嘛，所以他是变的，一样的，你用掉下来你没有办法读，这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是你用中文去翻译背他的问题，这些字他都有及物不及物，都有他的用法，他都是原始的意思，但是你却把它变成叫掉下来。跌倒是你把它翻译的，不是他有改变，他本身没改变，是你把它改变的。在 imitation， 好，这个叫音频就是模仿的话，这个字来自 imitate。 你可以挑战我啊，老师，我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背。 im
Emit. Emit. A-T. 好 ，meet 一样的东西。好 ，emit 就是发出来的。好，所以这个部分 imitate 就是模。